你妈太牛了。对，在我妈的世界里，反正只要我不结婚，这个世界就少了一段乏味蹩脚的婚姻，多了一个幸福自由的母亲。赢，你代我问你妈好。哎，谢谢您，老师，谢谢您。我妈特别喜欢你，真的，这特别棒，这个。我妈以前也是，我以前带我女朋友回家，我妈跟那女的说，要么你再想想。就反正他们老劝那种莫名其妙的，我妈也是，然后就是比较了解你，她开心就行。对对对，莫南的表演好，好厉害啊。好像第一场的时候还有点，对，这回太酷了。对，第一场没表现得特别好，感觉还是对场子不是特别的熟悉。对，这回造起来了啊！今天已经变成主场了。对，这一次稍微适应，但也确实没辙了，就大家太强了。就我第一次感觉到幽默原来是这么让人恐惧的一件事情。就我上一次录制，我确实是吓到我了。嗯，你也很强，他们看到你也害怕。我刚才他还没说以前啊，从那边走过来的时候，我突然在想说，真的。这个脱口秀的这个形式可能会有更多的人选择。现在你们剧场在哪？我以后要经常去看，正儿八经。看，太好了，欢迎。我觉得很好，我还在那个 rock， 就听着音乐节，然后听到拜天地的那个，我觉得那个真的，他的那个点挺好的。他的情境构建的很荒唐，但是那个点儿都很准确，有道理的。用的词，其实我在想他用什么词来收那一段，来用的是拜天地，非常厉害，非常厉害。而那帮。音乐节本身就要这样，然后他又能想到这种拜天地的。恭喜莫南获得了4个领校园的拍灯。